北时装周压轴场14日举行，依旧是众星云集啊。性感可以脱外套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就有点小害羞哎。好啦好啦，就这样，这样可以吧，大哥们。这腹肌哦，我腹肌就是天生的，就不太需要练。哎，这样讲有点讨人厌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体质的关系啦。同场还有秋风者赶上最近流行里面不穿，刚好让大家提前验收一下健身进度。其实里面没穿是就是想要让大家看多点肌肤啦，最近好像不穿好像也蛮流行的，就我就不穿好了，我觉得也比较特别一点，更狂野。对啊，要狂野就狂到底吧，这是我人生的 motto 座右铭。就是演唱会做组合要疯到那时候。说到重点，对，因为最近09他很在积极的推荐大家说我们五个人都要脱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有一种不甘示弱的心态，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在努力的练当中，希望到时候8月的时候有机会就是露给大家。但我先不要把话说得太满，目前状态可能罗俊硕跟09可能偏向第一，我第二就好。对，要狂野就狂到底吧。而好久不见的汪东城难得在台湾出席活动，看到大家都穿那么少，也偷偷把拉链往下拉拉。最近就是买了很多公仔，之前都没有机会可以好好抚摸我的公仔，那最近计划就是好好把它们打开，然后摆拍这样。粉丝期待那一块，粉丝期待那一块，难道你是说 everybody 准备好？见面会就先多跟家人见面这样子，然后确实是有在计划安排跟粉丝的见面会，戏剧电影就还没那么快。